现在这啥玩意儿？我在网上买的，我回来一看啊，这不就是我们本地那苞米，就是还没有成型的苞米吗？跟头发似的，就是那个苞米还没长成，就是说是吃里头那玩意儿。我看有好多人吃，我就买回来尝尝。我儿子刚才吃了三个，他说好吃，他让我说别吃了，给他留着，就吃这玩意儿。嗯，就是有那种淡淡的苞米味道，特别清香那种，可能在农村的人知道这种味道，城里人可能不知道，就是那种生玉米的味道。你们小时候扒过苞米吗？还有一点点甜。我家是农村的，我扒过苞米。这个当方便面也行。咦？全是字的，为啥错？我就说妈妈别吃了，给我留着。我说好，有种童年的味道。但是我们小时候没吃过这个东西，现在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吃了。这几个留给我大宝贝儿吃吧。